事揭秘。那我现在呢，人在 Plus 的门口，因为我今天下午的时候跟小米有一场二手义卖会的活动，只是就是在参加活动之前的大家应该看得出来说我的头发现在已经就是还蛮凌乱的，因为我昨天没有洗头。那在二手义卖会活动之前呢，我就打算说找俊来做一下护发，顺便给他整理一下。然后另外我也蛮想要剪一下我的刘海的。然后大家应该现在可以看到，就是 Plus 现在才要开而已，因为他们十一点才营业，我就是要来当第一个客人。好啊，就其实如果我不早点来的话，就是我二手义卖会的那个到达的时间我也会迟到，所以我不得不当第一个来叨扰俊的客人。那我等下就要进去准备护发喽。现在俊在帮我夹卷，因为等一下美美的出席义卖会活动，然后因为呢有摄影机在，俊说我一定要先 cue 他，我才可以录音，不然他会紧张。那我们可以就是录着一闲话家常一下吗？OK， 他现在很紧张哎。OK， 好了，就是我刚刚在问俊说他的眉毛怎么画的，因为我发现他的眉毛很好看，好 Q 他，就是还故意要就是对仰角这样拍他，然后不小心撞到不小心拍到他疑似双下巴的幸福肥。可是俊重新拍一次吗？我给你看一下，就是你看他的头发现在多美，啊、因为他刚烫过。你看他现在根本就是在我的镜头前搔首弄姿，我好邪恶，我怎么会这样骂，就是欺负他呢？拜托，如果有俊的粉丝，不要打我。好啦，那我就给俊在镜头外的空间里慢慢的帮我夹卷喽。好啦，那刚刚俊已经帮我把头发给用完了，你看他现在在那边，就是硬要入镜这样子。他现在偶像包袱很重，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以为他刚刚要拍照，害我还把那个自拍模式给启动，然后没想到他按下录音。所以你看他现在其实就是想要走一个，就是你知道乱入人家镜头的那个角色，然后说不定他以后比我还红怎么办嘞？你看他在旁边偷笑。好了，你看现在俊已经帮我把那个。就是我今天做的是极净护发，然后我现在头发整个就是 bling bling， 然后而且还你看多么的好摸，然后而且还刚帮我烫卷，那等一下我就可以美美的出席二手拍活动了，待会见，拜拜。嗨呀，我现在在二手拍卖的会场，然后现在大家。没有啦，我在，我不是说我要用 vlog， 然后现在我跟小雨呢已经在写价钱，打工，今天主角其实是他，我没有写价钱，就是小雨现在还在就是帮每一件衣服标价钱。是有感冒的吗？哦、他现在说他感冒，对，他感冒已经有一段期间了，所以大家赶快祝他早日康复。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哦，这是我们现在所挂的衣服，还有众多小帮手们。就是再过差不多，现在已经是1:50了，然后二手拍卖是2:00开始。那我们现在大家还在忙，对，就我一个人在录音，因为很邪恶。对，所以我现在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说我们其实今天准备了很多衣服，那就待会等大家来相见喽。